奉天承运，吴王诏曰：罪人嫪毐，毁天灭地，兵向寡人，罪大恶极，处以凌迟，分百日行之。钦此。遵旨。李仲，臣在。寡人吩咐你办的事情，你办妥了吗？禀大王，已经办妥了，随时可以听令行动。宣。诺。众臣听令，今日起，我大秦追击魏国民女，公孙立。这个呢？哇，这手镯也很好看，嗯，好漂亮。怎么回事啊？出什么事了？过来看看啊。去看看，嗯，走。秀琴是啊，哎，抓到有事儿了，抓到有重伤啊，咱们就让他说的一点啊。师妹，参见大王。李仲，寡人要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回大王，上至咸阳，下达大魏，凡属我秦国领土，无论大街小巷、都城山野，都已经贴上公孙立的画像。大王想找一女子，只是弹指之事，易如反掌。寡人特别交代的事情呢？臣已把特旨传达给姚甲，姚大人向臣保证，此事万无一失。你传令给姚甲，若是万中有失，寡人便要他死无全尸。臣遵旨。姐姐，嗯，你们真的一定要走吗？兰儿妹妹，你别担心，我和师兄不过暂避两日，很快便会回来找你的。那说好了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那当然，姐姐还有好多事想和兰儿一起做呢。丽儿、晶儿，这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呐，你要保护好丽儿。哎，你可知道？为何秦军单单要追捕丽儿呢？晶儿也不知道。虽然我们总和秦军作对，但秦国从未如此大张旗鼓严加通缉。如今秦国广布兵马捉拿师妹，肯定有各种理由。可能是金大哥和丽姐姐在濮阳之战奋勇抗秦，已经成了秦国眼中钉吧。不过我爹说，人在江湖是很容易树敌的，如果要是没有人追杀，那就不叫江湖了。我可真是欣赏兰儿妹妹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。此次北行，若是遇到困难，便可持此信去找老夫的一位朋友，他叫田光，是燕国人。田先生学识渊博，而且与老夫颇有交情，他一定会给你们帮助的。师叔大恩，荆轲莫齿难忘。哎，快别这么说，都是师叔无能，自知不能护你们周全，才害得你们不得不出逃。鲁师叔，你快别这么说，其实正好这次我可以和师兄一起出去走走，多打几个秦兵，可以活络一下筋骨呀。那师叔，兰儿，我们就此别过。就此别过。好。保重，保重。
臣李斯参见大王。吕不韦呢？启禀大王，相国近日偶染风寒，这几日高烧不止，辗转反侧，难以起身。吕不韦平时狐裘貂衣不离身，灵芝人参不离口，竟也能染上风寒，这倒是天下奇闻。兴许是相国日夜忧心国政，过于操劳所致。担心国政？我看他是日夜担心失事吧。相国心思臣有所不知，不敢妄言。怎么，你也担心随便说话会在相国面前失事吗？吾师有云，事若在己，则人力可以治；事若在人，则忧心亦无益。哦，倘若事不在己，该怎么办？天下之事本如流水，若流于他处，则处心积虑，断流开源，独占大事。有意思，你如何称谓？臣姓李名思，乃相国门下之食客也，曾拜楚国兰陵寻矿为师。寻矿？你是孟轲的徒孙？正是。这《吕氏春秋》里写的尽是孔孟之言，寡人并不欣赏儒家思想。儒家讲礼法，尊天命，但以儒家之言治国，大王或寻齐桓公、晋文公，此二人谨遵古礼，拥护周天子，但也不过为一方之霸。臣以为大王治笔鸿鹄，绝不会满足于一方之霸。那你说寡人之志又是什么？大王之志便是吞并六国，一统天下。好，好个一统天下。寡人现在问你，这吞并六国若是交给你李斯来办，该如何行之？启禀大王，当今六国有如日暮西山，不足为惧。若要达成一统天下之大业，则先安内。自古以来，臣立则君废，君重则臣轻。大王，当断不断，后患无穷啊。臣惶恐，大王稍待，相国稍整衣冠便出。不必了，本王已有所得，不必见相国。大王，这边，站住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？啊，我叫赵四，来自濮阳。去做什么？我跟我兄弟去邯郸参加一个远方亲戚的喜宴，还望您行个方便。去邯郸？啊，这位官爷，您行个方便。走吧。谢谢。走。等等，干什么去啊？
这位将军，我刚跟这位小兄弟说，我们去邯郸参加一个远房亲戚的喜宴，还望您行个方便。你把头抬起来。你是男是女啊？这是我兄弟。当然是男的。男的？我怎么看着你这么像我通缉令上的这个人呢？您大概认错了吧？是男是女，我一试便知。师妹，快走！将军，将军，快给我追！没事吧？追！快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接太后回咸阳，可知民间如何传颂此事吗？说来听听。民间众口相传，大王亲自起驾，千乘万骑，迎赵后回咸阳，至九院于甘泉宫，路遇之人簇拥如云，无不称赞大王之孝。微臣也恭贺大王，复得太后。寡人从未失事，何来复得？近来大秦纷扰，王宫不宁。听闻人说，闻秦之有吕相国，有长信侯，却不闻其王。大王，你确实委屈了。太后，你既知此次叛乱乃是大错，你身为大秦之母，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站在大王的立场上替他着想啊。子太后，我大王，为了大秦国泰民安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啊，子太后，子太后。来人，将这两个逆子带走。大王，不要啊，大王不要啊。大王，我求求你不要。大王，你再怎么狠心，他们毕竟是你的亲弟，是我的孩子。大王，啊，长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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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大王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啊，大王，大王，啊，大王，我求求你。若他们出于寻常人家，寡人不是大秦的王，或可饶恕。但是你给我记清楚，他们叫你母后，并不是寡人的亲弟弟，是你和嫪毐生下来的逆子。来人，将太后带走。大王心中之苦，微臣深有感触。这是何意？微臣是赵国人，自从大王仍置于赵氏，微臣便对您有所知悉了。那时候大王不知受到了多少的屈辱，看了多少人的眼色。毛娇虽言之成理，要大王宽厚人心，然他并不了解大王心中之悲屈。天下人都要大王替赵后着想，臣却忧心又有谁来替大王着想啊？是言若无闻信后，大王与先王便不能回秦认祖归宗。然相国虽为百官之首，却屡屡操弄朝权，他意欲犯上作乱，却并不直接起兵。一介嫪毐，二介长安君，还造谣大王身世，以乱民心，种种作为天理难容。如今大王迎太后回宫，但并不知大王将如何以礼相待。这宫殿是王的，这大秦也是王的，世上是法，细听王命。若要达成一统天下之大业，则先
安内。大王，当断不断，后患无穷啊。师妹，秦军好像没有追上来，跑了一大段了，总算把狗腿子甩掉了。师妹，前面好像有个小屋子，要不我们先进去休息，再做打算。好，走吧。冷不冷？还好。给我搜！是。快！这边，快！那边看看，都死尽了。是。真是可惜了一件好衣服啊。幸好身被机灵，否则火光引起那些秦军注意，又是没完没了。今晚咱们都别睡了。这些秦军真是黏黏糊糊，纠缠不清，甩也甩不掉。可是咱们冲出去的话，只有寡不敌众，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候。师兄，我不冷。别着凉。也不知道此次秦军追捕是不是跟剑谱有关系。我看倒也未必。抢剑谱的夏侯鞅他是赵国人，应该和秦军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反正秦军一直都是暴虐霸道，不可理喻。他们想要做什么，我们又怎么可能会明白呢？都怪我无能，还不能破解师父遗留下的剑谱的奥义。要是我练成武功，就不会让师妹被人追来赶去的活受罪了。师兄，你不用太自责了。剑谱是爷爷的遗愿，岂能是你一个人的责任？其实，我也不知道剑谱之意到底是什么。坦白说，秦国也罢，夏侯鞅也罢，我一点都不在意这些。我只想跟师兄找一个洞天福地，远离这些江湖恩怨，做一对平凡的人。国仇家恨未报，我绝不会贪图一己幸福。我怕师父泉下有知，会对我万分失望。今生有幸，我何尝不想和你男耕女织，过平凡的生活。
啊，不准唱了。怎么，这首《卫风》描写的是妇人与人不淑之怨叹，刺痛了众妇的心吗？臣只是以为正位之乐像被王室贵族视为淫乐，难登大雅之堂，今日王宴有所不妥。退下。诺。今日旅途劳顿，哀家有些不适，想先回宫歇息了。好啊，需要儿臣为母后找一个面首侍寝吗？原来大王引我回宫，根本不是出于孝亲思念。就是想要羞辱哀家呀。大王若仍对嫪毐之乱怀恨在心，就冲着罪臣来吧。嫪毐是我引进宫，太后之调兵令牌是我一手托付，这一切皆是因众妇引起。众妇，好啊，既然你想担罪，寡人就和你说个清楚。自寡人束发之年即位，你便以众妇自称，寡人还没行冠礼，你就令你的门客书写《吕氏春秋》高调宣誓，谁人不知，这《春秋》乃是各国王室教育太子之书，你种种作为，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我是你的儿子。但是寡人并不是，寡人是先王亲生嫡长，乃是真真正正的嬴氏血统。威胁寡人，造谣生事，是你逼走了长安君。因为你的私心，你想谋权篡位，该当何罪？大王，众口铄金，您要明辨是非呀。相国他从未有篡位之心，他心里始终只有大王。大王，相国扶立先王，有大功于社稷，世间谣言虚实无凭，望大王网开一面，不宜同嫪毐从坐。好啊，寡人就设吕不韦不诛，但免相国一职，设左右丞相。从今以后，寡人独掌军权，即刻下诏。太后暴毙逆党，自此居住南宫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罪臣叩谢大王宽衣。公范蠡功成身退，徙居山川，我为大秦拼搏半生，是该归隐田园，从此不再问名弄权，超脱世俗，领悟人生平淡滋味的时候了。
纵横一时的大商贾吕不韦，你甘心吗？居处困不得意，人皆有之。然今日之吕不韦，即如沉入浦水下的烂桃，再翻不了身了。小心。等等。怎么了，师兄？有点太安静，不太正常。哟，警惕性挺高的嘛，不愧是公孙羽的高徒。你们俩不准提我爷爷的名字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请公孙姑娘跟我们回咸阳王宫做做客，见见我们大王。谁要见你们大王？丫头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师弟，千万记得别伤到公孙姑娘。至于这个京少侠嘛，随你处置。半步，如果再敢靠近半步，看你们要不要拖着我的尸体回去见秦王。公孙姑娘，把剑放下。那你们现在就让我们离开，不准跟着我们，更不能让其他秦军跟踪我们。想得美。好，那你慢慢想。我的命在我手上，而你们的命是在秦王手上。你。走吧，师兄。师兄，快！师兄，就这么放走他们？不出几日，不必劳驾咱们，公孙立自然会到咸阳。大王，蒙武将军求见。
传。宣蒙武进殿。参见大王。免礼。寡人让你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大王，事情已经办妥，荆轲已被风林火山所伤，中了咬甲所下剧毒，七日之内若无解药便会毒发身亡。好，办得很好。师兄，师兄再忍一下。师兄怎么样？师兄你没事吧？师兄，师兄你睁开眼睛看着我。师兄没事，别着急。你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我没事。师兄，师兄，我真没事，我还可以一直陪你。别说了师兄，我先帮你止血。这样疼吗？这样会疼吗？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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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吓我，师兄，你别吓我，怎么办？师兄，怎么办啊？你千万不能死啊，师兄。师兄，你再忍一下，很快就要到了。什么人？老夫今晨本欲会友，奈何有人外出，巧遇姑娘行路艰难，不免一问。你想做什么？这位壮士伤得不轻啊，依老夫之见，若不马上处理他的伤势，只怕是性命有余啊。你想干什么？姑娘，看来你们是被仇家追杀，所以姑娘草木皆兵，处处提防啊。是又怎么样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我都是江湖中人，对人提防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但是既然老夫出来阻拦，纯粹是见他人有难，只是出来相助而已啊。口说无凭，我凭什么要相信你？受伤的人是我师兄，若你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就跟你拼命。在下乃燕国人田光，我既然敢亮出自己的身份，姑娘大可放心了。您是田光先生？正是在下。姑娘听过这个名号？晚辈无礼，望田光先生恕罪。小女名叫公孙丽，鲁构见师叔曾说过，若我和师兄有难的话，可以找先生相助。你认识鲁大侠？先生，这是鲁师叔给我和我师兄的书信。他说若我和师兄途中有难的话，可以到安邑附近找田光先生帮忙。原来你们是公孙羽大侠的后人。公孙羽是我爷爷，是我师兄的师父。那公孙大侠现在？我爷爷他在濮阳之战中已经壮烈牺牲了。果然是亲骨。姑娘，跟着我。
先生，我师兄他伤势怎么样啊？公孙姑娘，他的伤势虽然很重，却还没有伤及到肺腑，眼下也无大事。但是伤害他的兵器上未有剧毒啊，这毒性已经进入了经脉，若无解药，只怕是……只怕金少侠活不过七日。什么？公孙姑娘，不要放弃希望。你告诉我，伤他的这些人是什么来历？咸阳四大恶人，风林火山。风林火山，这与老夫预测是一致的。风林火山乃秦国的巫师姚甲的手下。姚甲，此人是秦王的心腹，凡是肮脏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全都是出于他手。若是风林火山出动，可见这个秦王是太想抓到你了，他是将你视为第一要务啊。可是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，为何秦王一定要缉拿我？公孙姑娘，你聪颖机警，你应当明白，世间的男子应当会怎样看待你。你还应该明白，像你这么一位让人神往的绝世美女，怎么能逃得过秦王的眼睛呢？还有许许多多的人，都要视你为宝物，献给权势最高的秦王啊。原来是我。是我害了我师兄。先生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请你借我一匹快马。你要干什么？希望先生能够照顾好我师兄，大恩大德，公孙立没齿难忘。公孙姑娘，你来了。这是寡人的王宫，为何不行礼？民女公孙立参见大王。你有些瘦了。大王见过民女，但请先生一定要替我保密，千万不能让我师兄知道我去了咸阳。现在你应该明白，寡人不会要你的命。寡人要的是你。这个解药是你取来的，还是田先生找来的药方？那段时间我半梦半醒，恍惚中不知人事，但犹记得田先生说，我受的伤会为秦国巫师所致剧毒。如此剧毒，何人能解？那你给我解药。多久？三个月。大哥，这边。大哥，大哥，怎么了，师兄？有胃病。
他们或许已经不通缉道士了，我们找个地方避避吧。走。不必了，师兄。你难道没发现城里已经没有我的缉拿告示了吗？在你心底。